管需要事情吗？这位是我的随从人士，小 S 24号扮起皇太后，由老公徐亚军饰演的随从贴心搀扶着。我跟他之间是清清白白的，愿皇上别误会。哪里清清白白，网友开玩笑的说，明明就跟随从有染，还诞下三子。小 S 则回复，干嘛那么认真，不止老公，连最小的女儿徐老三也陪玩起角色扮演。我280，因为别人看你的粉丝有那么多黑粉都看不到吗？有黑粉我会立刻 block， 只是说你的人数，你说多少？1000多。下的怎么这么低呀、啊、Oh my god，你如果对我态度好一点，我可以帮你拿一些你以后将来用到的东西。你可以给我拿，好吧？你要这么硬脾气就硬到底吧，反正我的小女儿就是这样。I don't care。没办法，你删你的。No， 我小时候非常乖，不是一份爸爸。I'm sorry， 明明你以后长大会有大鼻头。但徐老三拌嘴，靠着遗传爸爸的大鼻头，吵赢一回，老公徐亚军躺着中枪。超凉感卫生棉。小 S 近日以皇太后装扮代言卫生棉，穿上古装，立马化身疯狂妈妈和老婆，还搞笑的说，只有在广告里爽当皇太后，回到家立马变丫鬟。我想